齐鬓的短发，黝黑的面孔，眼角几道与实际年龄似乎并不相仿的皱纹，这就是李敏留给我的第一印象。2010年，李敏从成都体育大学毕业后入伍，来到了女子特警队。啊，我们在走的时候啊，背不要弓起啊，啊，弓起的时候发挥不了力量。往前啊，好、啊，身体重心要往前往后，好、啊，往上往后，好，起来。尽管叫女子特警队，但训练场上男队员却占了一多半。原来这些体格健壮的男兵都是来给姑娘们当陪练的。每天4小时体能训练和2小时的擒拿格斗，在女子特警队一年四季雷打不动。就连撕碎洗脸盆这种常人难以做到的事儿，对如今的李敏来说也是小菜一碟儿。